克浪，金克浪，切金克浪，那尽管直接干了、来吧老弟啊，啥也不说了呀。好了啊，他们都开始发红包了，发啥红包了，真是的乱七八糟的，这家老屌脏死了，老屌脏死了呀，老弟别在这发了啊，别发了别发了，我求求你让我来发，让我来发，老屌真脏。老屌真脏。我直接整就完事儿，就688点券一个，但其实没啥用啊，这东西说实话。我没看给了我多少金币啊，我忘了看了，兄弟，他给了我多少金币，我忘整了，对吧，兄弟们？还差五个，他不够啊，兄弟们，还得再挣点钱，一个648不够啊！我去你个大爷，一个648竟然不够！一个648，他竟然不够啊，兄弟们！哎，啥时候直播火线？穿越火线，稍等会儿，我先充点点券嘛，兄弟。稍等，我稍充一点，稍充一点点，我就充一点。大家伙出新活动了，我知道，兄弟，我知道，别慌，我充一点点钱，我充一点点了，兄弟们，充太多的话不是我的新歌呀。其实这个称号我跟你们说吧，兄弟，一点用没有，就这么说吧，兄弟，其实是没有啥用，但是你不整一个显得挺尴尬，对吧，兄弟？毕竟这东西，哎呀，一年一度嘛，对吧？忍者错过的话可以再整，但是这个错过的话，你就真的就整不着了，就你得再等一年。这个真的是错过再等一年。所以说，虽然说没有用啊，但是这个作为这个火影村的接班人啊，我们必须是时刻战斗啊，兄弟们！各位兄弟们啊，稍等一下啊，冲啊，冲个648，冲个648，放了一半，最后跟我说点券不够，我以为一个648就够了，就结果跟我说这不够啊，兄弟们。对吧，兄弟们，结果他不够，这就尴尬了，就啊，结果不够啊，兄弟们，老板今天抽奖吗？抽什么奖？也应该没有出什么新活动，一想起来好像出忍者了，我看他写了个三传，是吧，兄弟们？游戏刚进的时候出了个三传图标，妈，我游戏黑屏了， Oh my god， 我的游戏黑屏了呀，兄弟们，他怎么又这样子，太脏了，兄弟们，对吧，兄弟们？太脏了，这样子啊，应该是出三拳了吧，兄弟们？我这卡屏了啊，稍等一下，我再充点钱啊。那他们玩预言嘛？预言，稍等会儿，一会儿呢？是模仿辣条哥你的帅，你脏的不行啊，老弟，老屌的脏啊！其实好多人都在等着我直播，但是说实话，那有啥直播不直播的，兄弟们？对吧？哦，我得自己点才算打开，我就跳过的话就不算抢了，就 Oh my god， 兄弟，那意思就是如果说我前面发了几个我都没有抢呗，对吧，兄弟们？往开，不能发，其实还是金币的划算，我跟你说吧。 Oh my god， 大哥你别发了，大哥让我发， Oh my god， 再给。哎，对，想起来他这个东西，他这个有啥用，兄弟们？啊，他给了个那个叫啥玩意儿，兄弟们，给了几个那个材料，